歌唱节目《台湾那么旺》青少年组选手的童星萧律中，近日在节目上演唱台语歌曲的影片，吸引大批网友观看。年仅十岁的他唱起台语歌，不但带有丰富的情感，就连腔调与音准都相当到位。日前他上节目综艺大热门，接受主持人吴宗宪、露露、陈汉典的访问，透露自己会开始唱歌是因为平时都跟阿嬷一起去唱歌，虽然那时候年纪小还不识字，但只要多听几遍歌曲，他就能马上背起来。亲朋好友们因此发现了他有唱歌方面的天赋，于是他就去学唱歌，并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。突然在网络上爆红的他，也因此在校园中吸引了不少目光。除了主任在升旗时介绍他以外，就连班导也特地自掏腰包印了500张他唱歌的照片要给他签名，让他意外在校园中开了小小的签名会，同学们纷纷抢排队要请他签名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萧律中小时候演唱台语歌可爱的模样吧。
你敢有听奇怪的声音？